和泰汽车长期关怀国小学童及弱势孩童的交通安全教育，为提升儿童交通安全知识，自2006年起连续15年举办全台国小交通安全公益剧场巡回活动，累计至2019年底共举办1289场，超过32万名学童参与。今年再度与苹果剧团合作，配合交通部道路交通安全督导委员会国小交通安全宣导重点，儿童安全过路口的五个秘诀：一、穿越路口退后三大步，避免转角大车内轮差；二、小绿人绿灯亮起，确认没有闯红灯车辆，再走行人穿越线；三、走行人穿越线时，要专心并随时注意转弯车；四、穿明亮衣帽、反光配件；五、避免突然冲入车道等。将交通安全知识及生活中可能遇到的各种交通情境设计成一连串的有序情节，透过与小朋友的互动传递出正确的交通知识与规范，让小朋友在欢乐中学习遵守交通规则，同时回家后也可以提醒父母驾车时的交通安全。和泰汽车秉持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之观念，持续深耕交通安全宣导，落实企业社会责任。除了连续15年举办交通安全公益剧场，自2011年起连续9年捐赠超过8万套的导护志工背心与指挥旗，获集超过万名导护志工受惠，守护全台百万小学生的交通安全。2001年起与财团法人纯青社会福利基金会共同举办全国儿童交通安全绘画比赛，累计参赛人数超过81万人，还有以趣味图文宣导行车交通安全的 Toyota 车主小学堂等。透过潜移默化的宣导教育与实质捐赠的物资，将正确的交通用路安全观念深耕大众，给台湾用路人更加安全的交通环境。和泰汽车交通安全公益剧场巡回全台学校场次查询。